Covernet 发信息的败家的鞋子啊、BB 的了吧？你现在身上这样子多少钱？太开心了，我今天不是自己一个人，还有我的好朋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ay， 那我是在经营 Instagram 上面有一个叫 OTD 的穿搭平台。我们要去来街访那些很会穿的人，他们怎么穿 ？Go！ 我刚刚找到了我们第一个受访者，要去运动，直接套一个大的 T 恤，可能等一下运动就可以把上衣脱掉了。那你可以现在脱我看一下鞋子，就是故意配的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荧光绿。那有受谁启发吗？没有哎。Nick the Real 以前你就荧光绿了吗？蛮多年了，都很好学过。你看这个穿搭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就是全黑，但是他用一点点绿色，尤其是用很亮的绿色去做呼应，觉得非常好看。他刚刚找到你们的，为什么你会找他们？我被那双鞋烧到。因为我前几天才去专柜试穿，它是巴黎世家的，它超像轮胎的。他刚刚讲的可拽的嘞，那叫巴黎世家的。你感觉会往前倾哎，那它很像 Range Rover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穿搭吗 ？Covernet 发型品的巴黎世家的鞋子啊、BB 的了吧？个 ATM 的巴黎世家 Prada。最高一天多少钱？六位数吗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一天是买了什么吗？有包包、鞋子、原衣服跟首饰这样。钱要花在刀口上。然后就是一些小心机可以分享。喜欢就是比较亮一点，比较亮一点，就是、会有亮点的东西，像就是饰品这样。好，我也是有一个比较亮的小心机。额头吗？哦哦，我的睡裤。你们是一个团体吗？我们的 YouTube 是 Club 女机，平常穿着就这样吗？对，差不多了。就是我们的外出服，这个也是外出服吗？对啊，今天被人拿出来溜。我觉得穿搭的话是要看自己的个人特色去穿，不像他们的身形比较娇小，所以我身形比较高大，所以我就会挑一些比较能够展现自己身材的服饰。我今天随便穿，大家都这样讲，然后就考100分。头发用比较久，是用卷会比较好看，但如果今天放下来就会很普通，很普通。他比较爱漂亮吧，我真的还好。整体的造型啊，就是颜色搭配跟饰品，就是简单吧，简单看起来。你讲话也蛮简单的，我觉得。就是这个项链，古巴链，戒指这样子。没有啊，就整套啊，简单，越简单越好。因为我比较胖一点，所以遮肉啊，然后裤子也会选比较宽的。这裤子超帅，这是皮吗？对 ，OP 二。你现在身上这样子多少钱？妈妈不能看。6、7、8，应该八千吧。7、8、9、10、11，没有。那你呢？我比较喜欢露我的腰，因为你自己很瘦。对，我喜欢。他说对，他说自己很瘦。你们会互相搭你们的服装吗？都是我帮他搭的。对，你帮他搭。这一套是你搭的。哦，这是我外套，然后裤子是他的。这个外套配这个裤子很搭哎，因为你们两个完全超搭，这个搭那个，对啊，那个两个一样，然后上面这个也一样，然后这个也搭那个纸袋。对啊，连纸袋。我发现有小心，他的墨镜超帅。里面有墨镜。那口罩拿下来喝。大嘻哈时代。真的。吧，你可以唱一下吗？你是我心里的形象。你有没有觉得女生穿什么样的鞋子，这双鞋子很适合很多女生？应该是 New Balance 的1906系列、IU 穿啊，不管 IU 穿什么，哪一个型号，接下来就超女生穿。Nike 的话就是 Dunk 啊。身为一个 OOTD Introducer， 一定要讲这种全世界都知道的吗？全世界都知道，代表他是能接受大家审美的。来，这双急推哦，急推。为什么？淘宝又很便宜，然后又很好穿。穿靴子跳舞脚不会痛吗？不会，他们家的靴子真的都很轻。2、3。你怎么不退啊？3、4。因为他们也穿情侣鞋。别太档了吧！我这不是档，这是 Jordan 一代。抱歉。对，怎么样的女生穿搭比较吸引你的？适合这个人才是最重要。我觉得我女朋友穿怎么样我都可以。女生，不要像这样。好好讲话哦。他想了3秒。其实我喜欢是辣的，妖艳。够妖艳吗？还看不到。小香风。对，我也差不多。你们会抢女朋友？会。耶。今天访问你觉得如何？除了刚刚跳舞那一段，我觉得都蛮好的。再放一次他跳舞。不要哈。你会不会觉得男生的穿着其实变化性其实没有很高？大家都会觉得哦，简单干净就好。他们很怕
多做一些变化会多做多错，就是可以多加去尝试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 Ray 一起，然后希望不是希望下一次还会合作。拜拜，如果喜欢记得订阅分享按赞，拜拜。我们要起吧 Oh my god， 你真是来下面一位。